想到了红军肯定要来拿下这个地方，他们也有下重兵部署，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红军啊到来的速度就会这么快，所以呢咱们红军基本上是没有费吹灰之力，半个小时就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呢，当时咱们这个红军主力部队在这个河边呢就截了一艘当时国民党用来搞通讯的一艘小船，那么他们就乘坐这个小船乘坐了到达了对岸，消灭了对岸的这个一个堡垒里面的这个国民党军队。那么同时在这个对岸呢又截取到了两艘小船，这个时候咱们红军呢已经有三艘小船过河了。那么红一团呢就是利用这三艘